前厅甲子外人五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是吧？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知道钱呐甲人啊，这个要记住的啊，钱呐甲人啊，它是一个口诀啊，这也是一个口诀。我们现在呢解释这个它是怎么来的，啊？那我们把前卦看了以后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卦，坤卦。我们刚才说，坤卦呢是阴卦，对吧？是阴卦的阴卦。那么阴卦纳的是阴子啊，阴卦。那么阴卦呢，它纳的是阴干、阴支。阴干是什么干呢？就是乙丁己辛癸，对吧？那么阴字呢，就是丑卯，对吧？丑卯巳未酉亥，啊，阴干阴支啊。那么它和这个乾卦呢，同样的原理啊。因为阴干呢有五个啊，那么阴卦有四个啊，一样和阳的一样，阳呢阳干也有五个，甲丙戊庚壬，阳卦呢也有四个，怎么办？那么就在这个第一个卦里面，啊，阳卦呢在乾里面纳两个，那么阴卦呢在坤啊坤卦里面呢纳了一个乙癸，那就说哪呢？纳了一个第一个，最后一个，啊，有头有尾啊，这是头尾。那么坤卦呢，内卦纳的是乙，外卦纳的是癸。外卦纳的是癸，是吧？看清楚没有？阴卦纳的是阴干、阴支，是吧？那我们看，在这个坤卦纳的十二地支里面啊，十二地支里面呢，有六个是阴的。对吧？六个是阴的，六个是阳的。那我们现在是坤卦是阴的啊，阴卦，那就要纳的是阴支，是吧？阴支啊，那么阴支呢，就从这个，我给把二十四卦画出来，子午。卯酉，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戌亥，啊，那我们看一下，阳从子开始，啊，那么子的对宫呢就是午，午在这里呢，它不是阳，啊，午在这里不是阳，它是阴，啊，那么这个阴或阳呢，指的是卦，啊，因此呢，根据阳进阴退，阳的进一步，阴的退一步，阳进阴退，那么符合呢一阴一阳啊这个原理。那么这个是阳啊，它的对宫呢就是阴，那么阴呢再退上一步。啊，就从五退一步呢，就从未开始啊，未。那么这个是阴卦，阴卦呢，它是按照这个逆时针来旋转，对吧？啊，那么未呢，就是乙未，从乙未开始，是吧？那么未来呢，
它是逆时流的。那未原来就是巳，乙未，乙巳，对吧？乙卯，看，乙未，乙巳，乙卯，乙丑，癸丑啊，到上面呢就是癸丑，癸亥，癸酉。那么这就是坤卦啊，坤卦的说哪的天干地支。那这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阳顺阴逆啊。阳顺阴逆呢，你只要知道四个卦啊，这八个卦有四个卦呢是阳的，四个卦呢是阴的，对吧？那么天干呢，五个阴五个阳。地址呢六个阴六个阳啊，你知道阳顺阴逆啊就可以啊。那么坤卦我们知道在五行里面呢，坤卦呢代表的坤呢是土，坤的五行呢是土，是吧？那就是孔兔，是吧？孔兔乙未，未什么？外卦呢，就是这个未啊，外三爻啊，外卦的第一个爻啊，实际就是外三爻啊，那就是未癸丑，看到没有啊？我们上一个卦乾卦。乾纳甲人，那么坤纳乙癸，对吧？是不是？这不是乙，坤纳乙，内三爻啊，纳的是乙，外三爻呢，纳的是癸，啊，坤纳乙癸，啊，那么地支呢就是。乙未，未癸丑，叫做孔兔啊。孔卦呢，五行是兔，土嘛。孔兔乙未，未癸丑啊。我们看一下书上啊，坤纳乙癸，对吧？坤纳乙癸，孔兔乙未，未癸丑啊。未啊，指的是外卦。啊，外卦呢，开始癸丑乙未啊，孔兔乙未未癸丑，对吧？那么我们刚才讲那个是乾卦啊，乾卦甲子未壬午啊，一样道理。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讲了一个乾卦啊，一个坤卦啊，乾坤啊。我们在讲音符的时候呢，我们这些知识呢都需要了解啊。如果你不了解啊，你就搞不清楚啊。因为在音符里面呢，都是天干五合，化气五行受克啊。那么化气五行收克的纳甲卦，哼，说起来很绕口啊，纳甲卦啊，所以呢，我们要把纳甲交代清楚啊，不交代呢，你就搞不清楚啊。关于六爻卦的装卦方法啊，以及为什么乾纳甲人，坤纳乙癸，我们到明年啊，明年我们。看到六爻课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的介绍。现在呢，我们只是为了讲音符啊，我们稍微呢把这个背景给你交代清楚啊，交代清楚。那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乾卦，对吧？一个是坤卦，乾纳的是甲人，
空纳的是乙癸，乾卦内三爻纳的是甲，外三爻呢，外卦纳的是壬，坤卦内卦纳的是乙，外卦纳的是癸。对啊，乾为天，乾为父，啊，乾下来呢，就是长男，啊，那么就是正卦。正卦的符号是正养鱼，正养鱼，啊，这不是初爻、中爻、三爻，对吧？这是长、中、少，对吧？这个是阳干，阳爻啊，就是长男，啊，这阳爻啊，那就是长男。我们看一下正卦是哪家啊？正卦的符号正阳，正阳鱼，啊，正我们把这画开一点啊。那么这个呢，外卦。这个是内卦，内卦呢就是下卦，外卦呢也是上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初爻，这个呢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这个呢。那都是艮啊，那么它这几个爻里面呢，全都是艮，初爻、内爻、外爻都哪都是艮。啊，那都是艮。那么天干里面呢，它属于正啊，属于阳嘛，对吧？它那讲的那是阳，阳干，正那艮啊，这是干。那么在正卦的地支里面呢，它从子开始啊，因为它是长男，长男就是第一个老大嘛，对吧？那就是艮呢，对吧？老大。从这里开始啊，那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他是老大嘛，对吧？他是阳，顺转嘛，你找阳的嘛，对吧？那么第一个就是庚子。对吧？第二个就是庚寅，第三个就是庚辰嘛，子寅辰嘛，对吧？庚辰，对吧？第四就是庚午、庚申、庚戌，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啊，因此呢，正卦代表的是木，对吧？五行的属木啊。那我们有一个就是正木庚子外卦，正木庚子外庚午。庚子外卦庚午，正纳艮，他哪的弟子
啊，子游成五声序。啊，那我们现在又知道震卦。震呐，这是艮，对吧？震卦的内爻，内三爻、外三爻都呐，这是艮。啊，我们要知道，震为长子，啊，它从子开始第一个，第一个开始顺推。那么六爻卦的中卦就是震木艮子外艮午，啊，内卦呢艮子，外卦呢艮午，啊，开始中卦，啊，艮午艮申艮戌嘛，顺的嘛，对吧？那么艮呢就是指的就是艮子嘛，然后就是艮酉嘛，对吧？接下来就是艮辰嘛，啊，是不是？子寅辰午申戌，对吧？那么你从24看顺出来。也是这个方向，也是一样的。这是震卦，我们到震纳艮。啊，我们写小一点，震纳艮。这是长男，我们再看一下中男，那么中男呢，就是坎卦，坎中男嘛，坎卦，那么坎的符号呢，就是坎中男，阴爻，是吧？阳爻。阴爻，中间的是满的，上下两爻呢是阴的啊。坎卦，啊，这个是。乾纳甲人，对吧？震纳艮，对吧？那就是看纳物，看纳的是物，阳卦。那个是阳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坎卦呢是中男，也就是老二，对吧？那么这个长男呢就是老大，那么中男呢就是老二，那么老二呢，你记的时候呢，装卦的时候呢就不能从这个子开始装，对吧？那么这个子的位置呢是老大的，啊。那么老二呢，就要从寅开始装，啊，从第二个，那就是戊寅，对吧？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吧？你补一个呢？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啊，顺转顺转啊，然后最后转到这里啊。我说为了让你看得清楚啊，我给你画一下，对吧？从第二个寅开始，你是老二嘛，对吧？啊，那就是戊寅，对吧？那么戊寅呢，第二个呢就是戊辰，你看戊寅戊辰。戊午，对吧？第三个就是戊午，然后是戊午、戊申、戊戌、戊子，对吧？
那么这个搁这儿的口诀呢，就是看哪看那物。坎为水是吧？对吧？坎卦呢，五行是水啊，那就是坎水啊。坎水物盈，坎水物盈，外物生，是吧？外物生啊。你照卦的时候呢，坎卦啊，内卦呢，物盈开支，盈成五嘛，对吧？你看。寅辰午申戌又到子那么既然坎卦是老二一定要从第二个开始抓不能从子第一个因为正卦呢是长男是老大就从第一个开始老二呢就从第二个开始这就是看哪物。坎卦呢，纳的是物坎的是水坎水物盈，外物生坎水物盈，外物生物盈呢是内卦外卦呢是物生，这是坎卦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卦，那下一卦呢，就是少男，是吧？长男、中男、少男，少男呢，就说第三个爻呢，阳爻呢是阳爻，那就是艮卦嘛，艮复完嘛，对吧？是不是？长、中、少这个是阳的。对吧？这是阳的，就是少男那就是艮复完，对吧？艮卦的符号艮复完，那么艮卦呢，就是老三，老大、老二、老三，让你好记点你这个长男、中男、少男也可以一二三。那么艮卦的符号就是艮复完。就是倒过来的一个白，这是一个，再来一个，外挂、内挂，这个呢就是艮挂，我们的艮纳病，那么就是病。艮纳病，艮纳病，内三爻、外三爻它纳的天干呢，它是阳阳卦纳的阳干，纳的是病，丙。那么艮卦。我们刚才讲，他是少男他是老三，那么老三你就不要从老大的位置排，也不要从老二的位置排，从哪里排？你就从老三的位置排，辰，对吧？那就是丙辰。那么辰的下一个呢，就是午，丙辰、丙午，再下一个是丙申、丙戌丙申、丙戌。丙戌完了到这边，丙子、丙寅，丙子、丙寅，对吧？因此我们说，艮纳病，艮纳病，对吧？那么艮卦的五行呢是土，那艮土。丙辰，艮土丙辰，对吧？外丙戌，
狗兔并称为并序，这就是六合，这就是啊，往上撞卦的时候，纳甲的时候，啊，他纳的就是丙戌、丙子、丙寅，外三爻，内三爻纳的是丙辰、丙午、丙申，啊，这是申，是吧？那么这个艮，啊，看纳的是戊，啊，我们写在这里，艮纳的是病，是吧？好，我们稍事呢休息一下，那休息几分钟呢，我们再接着讲，稍微休息一下。